真正的恋爱吧，这才叫做吻。我想就想出现在《王子变青蛙》第二集中的吻戏，短短十五秒却拍了一个晚上。明道对乔恩献出了荧幕初吻，第一次亲吻，两人除了尴尬，心中更是五味杂陈。都可以说是人工呼吸，那所有的色狼都没有罪了，因为他是帮人家人工呼吸。几句轻松的玩笑话虽然缓和了明道和乔恩的紧张情绪，不过还是达不到导演的要求，两人一再 NG。 这样有比较像吗？像多了是不是？明道发卷心机很重哦。不是啦，眼睛不眨，头也不动，嗯，这个好看。好，明道和乔恩最后总算摸索出这场吻戏的感觉，表现令人印象深刻。上周错过的观众，本周六别忘了锁定三立读会台哦！完全和苏欣怡独家报道。